们现在来到。高朋满座，生意很好。没有，我会给你打。我告诉你，我点了什么？好，你说。煎猪肝招牌。还有鸡腿，饭餐鸡腿，蟹，起司软壳蟹，他说卖很好。油封肉，茄子，塔香茄子，然后芹菜布拉鱼，蒸的，清蒸的，然后一个鸡卷。然后我还点了什么？还有。哎，我们的来了。哦，很快耶。哇。油封肉，就东坡肉。鸡腿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才是这样，嗯，上菜感觉非常棒，所以油封肉本来就是这样，然后这一碗呢，就这一碗。这烹肉太屌了啦！哎，传说中的煎猪肝，传说中的大家超好评的煎猪肝。哇！不仅要再拍一次，这样子夹夹漂亮的，传说中的煎猪肝，大家都说招牌。哦，这煎猪肝太好吃了。哎，很嫩呢，我还以为会干干柴柴的。我很讨厌吃猪肝的人。哦，起司软壳蟹。等下等下等下，给他客气。人家老板娘说超好吃，很多人点起司软壳蟹。你要对着他讲。然后放在盘子上，把你吃的感觉说出来。有气质弹弹的感觉。是什么？啊？弹弹的感觉。好了，徐家乐，请吹嘘。气质弹弹。你这东西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那才是在吃。对啊，真的很厉害。吃这么多台菜，这真的算厉害。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。而且离补习班在这边那么多年，对，还离我们那么近。我也要搬这里。哎，外地了哎。对，我也要搬这里，我不管。谁还知道离补习班太好吃了？之前来的他以前是有，然后现在那里的鸡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吃看好不好吃。你很烦嘞，怎么的？哎，你不要拿，因为我来个王室王妃手势。你们自己再叫一个啊。谢谢。真的是真的哎，还有大润发呀，还有真的牙齿，对啊对啊。真芹菜布拉鱼。是一个。哦，别人叫了。再叫吧。没有，你要让吃完这道菜，然后可能超市的，还是要叫？没有，不行，要直接去喝可乐。我不管，我不管。我吃得下，我吃得下，来，你帮我拿着。好啊，那你们吃，我不要吃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好好好，那我去叫，来，你拍我去叫。狼头，来。带一个炒海瓜子，好，给你，好，谢谢。我特别跟老板娘讲，不要叫，因为我喜欢吃中段，俗称的四点。哇，太夸张了！在家吃那种猪脚油肉，这不是牛肉啦。这猪肉，不要乱讲，不要骗人。是牛肉酱哎。
不知道半年。怎么睡这么熟啊？对啊，他们在那边去动物园。哎、欸，快点来起来吃美食了，快点！对呀、啊，吃完再回家睡觉。你看阿姨都这样讲，超好笑。阿姨都在讲，快起来吃美食。哦，这海瓜子，你看隔壁吃的真的是太美味了。快起来，好了。吃完了，回来。我喜欢的蛤蜊。干嘛炒啊？啊，你怎么那么凶？很没礼貌哎！大家把蛤蜊做。你要蛤蜊吗？感觉蛮新鲜的。嗯。酱汁做的很厉害。这鸡卷真的最屌，好像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卷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全部告诉你，山，因为就是鸡那边的话，就是半山鸡，真的没有没有每一个没吃光光的。哦，这也是为什么澳洲那边来有啦，有限一块嘛，有限。但是就是哦，吃到在打嗝。就是汤汤的，哎，因为你喝啤酒。哦，他说因为我喝啤酒。啊，小队身体不好，是吗？你要戒烟，你要戒烟。我烟本来就没有抽啦。没有，你已经戒完烟，可是下个挑战就要戒啤酒。啊，我要戒啤酒，那戒啤酒蛮辛苦的，李慕成。不行。可以让我喝个啤酒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我要戒啤酒？你说。因为肠胃会不干净。喝啤酒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为什么？酒精啊，酒精会使得肠胃不干净。对，学校教的吗？对，你乱讲，我从你的言语。是我教的。啊、你骗人呐、啊，李慕成。吃鸭菜。哦。我点了七样，然后你又点了花生猪脚。八样。二。还有蛤蜊。海瓜子九样。九样。哦，这九样多少钱？来吧，去吧，来吧，来啊、哦！可以，好，谢谢。2160，你们开一下。2160，你有开到吗？有，你有开到。可我现在才赚到1000。赚啊！你现在才赚到1000哦，这么专业。1800多。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本来点七样而已，后来又追了两样，这边九样嘞。对啊，真的忍不住哎。对啊，真的忍不住哎，东西真的好吃。我必须了吗？不用，我尾牙也要办证。